看你也是人高马大，背枪扛炮的料。咱这一见了老东西，可就跟那耗子见了猫似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要不脱了衣服上炕好好睡觉，要不就到前院去跟他打个招呼。我跟你说话嘞。 我可要睡下了，一会儿你上炕，可别碰啊！烦死我了！哎，你干啥？我还是回去睡了。 回事儿吗？说的好好的，这说走就走啊！我不让你去，我不让你去。东家一天都没离我，我这心里不踏实。你管他做甚？这老东西，肚子里的坏事最多嘞。 咱过咱的，他不和你说话，关你啥事儿？你现在可是民兵嘞，可神气嘞，他巴结你，还巴结不过来呢，爹。 东家，一点点小事都办不好。我看呀，咱的缘分也尽了。你去当你的民兵，俄可不敢雇你当长工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东家，东家，这事不是俄办不好，实在是人家起疑心了，我们都被看着，谁都出不来呀。太君这回吃亏吃大了。 晚上回来报仇的，第一个看的是我的脑袋，第二个看的就是你的脑袋。爹，爹，有福他是老实人，你就饶了他这一回吧。老实人，做一房事个屁，把佛爷也得罪了。 走，找民兵去。东家，找民兵去。东家，爹，要去你也跟着去。你早不说个话嘞，咋就变成个憨憨了？东家，这回是我办错了。下回，你让我办啥我都去。 那好吧，我就再让你做一回事。不，东家，这不行，这可不行，东家，找民兵去，东家，给找你，东家，你别让人，东家，谁是东家？你是东家还是我是东家？ 整天屁活不干，好吃好喝，把我儿媳妇也给你睡了，你还像个长工？爹，我替有福求个情，咱这样吵吵嚷嚷的，这四邻八舍的听着，不光是我的脸没处搁，您的面子也不好看呐。面子？我有啥面子？ 我有上面子啊！父，父，还愣着干啥？还不快答应爹！老父啊，你记下。
你的命可在我的手里了。今は浸水あたりの八郎を掃討する準備をしているぞ。今回は関外から軍馬が発見されてきた。協力しろ。ちゃんと守れ。事故が起こらないように。别，哎呦！呀，慢些，慢些！哎呀，还不如打死我了，就把我关在一间小屋子里，我这烟瘾一上来，急得脑袋直撞墙。哎呀，我想好了，要是能活着回来，我绝对跟他们没完。哎呀，悄悄的，悄悄的，这村里村外全是民兵。啥？真的？不，爹，你这是咋忍的嘞？哎，娘，给我哥叫回来，给他们全部赶走啊！你哥不定躲哪儿去了呢？你说说啊，你们都走了，就剩我和你爹，这不定哪一天我们这一蹬腿儿，这后事都没人埋吗？哎呀呀，说这些干啥呀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对对，嘉碧呀，你呀哪儿都不要去了，就在家里待着啊！哎呀，我说嘉碧。别再吸那玩意儿了啊！哎呀，我找我媳妇去。哎，嘉碧，干上来这。哎呀，你说这深更半夜的，不要吵你媳妇啊！他啥金贵人了，我还不能吵他。哎，回来替你们掀被，回来替。嘉碧，这咋办啊？啊！家住而走在太古而走，孤老。东家，哎，你咋在这儿？哎，我说你怎么跑进来了？明白事儿。你开门你！啊，康永富，你谁的朋友？你那敢睡呀你？不是，妈，啊，我今天不打死你！我今天不打死你！那不是孙家弟。你咋了嘛你？瞧瞧他吧，瞧瞧他吧！这咋了嘛？他当了民兵，就像那白顺俺媳妇儿。佳敏，等明年娘卖了谷子，给你续一个，比他好的。你听爹说，这是爹的遗迹啊，舍不得娃娃的好服装了啊！啥？
咋了，刘副？队长，我不想再在康财主家住了。是康熙姐不要你了吗？那他家的活谁干呀？活还是我干。我就是不想在那儿住了。康家碧回来了，他整天的指使我，我这心里不舒坦。再说了，我现在整天要站岗放哨，住在这儿也方便嘛，省得深更半夜回去，我还要敲门了。有夫啊，这民兵队部可有民兵队部的规矩，可不能想住就住，想走就走啊。是了，我知道了。住内屋吧。哎。吴队长，你找我。来，十四，坐。哎。我想咱们去一趟韩家山。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，咱不能这样让敌人这么安生啊！哦，你是想再去敲打敲打王怀道？他这种人呢，你就要不时的去敲打敲打他，不然的话他就跟你耍滑头。当初咱们之所以把他放了，就是为了从他嘴里把敌人的情报掏出来，便于咱们的行动，完成咱们的任务。队长，石柱子，哎呀，你们辛苦哈、啊！饿了吧？饿，给你们做饭去啊！哪儿也别去，老实在这儿待着。哟，二愣兄弟，到家了别客气啊，来坐坐坐。少废话，我们有话跟你说，好好听着。饿给你们立过功啊！那你自个说说，最近你都干了些甚？最近没干甚呀，和以前一样，给日本人当肉喇叭，给你们当侦察员。你说的好听，有情况为甚不汇报啊？啊？没什么情况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小鬼子让你们的地雷给炸的，都炸傻了呀！哎，这几天都不敢离开韩家山了。你看，你少跟我这废话。刚才你去哪儿了？吃饭去了。你跟牲口一块吃饭去了是吗？是柱子，你咋这么说话嘞？自打武队长放我出来之后，我就想做好人呀，没干什么坏事，怎么会变成牲口了呢？你自己上什么玩？你自己闻闻。没什么味儿啊。到底去哪儿了？啊，我刚才去马圈，这个小鬼子刚运来一。这马咋回事？说说。说呀！怎么不说话了？咱也别跟他废话了，这种人狗改不了吃屎，还替小鬼子保密，留着也没什么用，我给他掐死算了。我有说话说，我有话说，二愣。让他说，同志们啊，不是我不想说呀，我是怕说多了让小鬼子给发现呀。那前一段时间，我配合你们运走了粮食，这个全阳太君，不，那个全阳老鬼子已经不信任我了呀。
要不你们就把我带走，我加入你们的队伍。我现在是孤身一人在敌人的心脏啊，很难啊，弄不好是死路一条啊。不说，你不抗日才是死路一条呢。你看看这是谁？会过，这是我写的会过书。你往下看，王怀道在汉家山夺粮行动中提供了情报，起了作用。再往后看，王怀道协助日本人建立了维持会。王怀道参与了日本人在康家镇杀害村民的行动。知道这是事儿吗？这叫黑红账。日伪人员干了一件好事，我们就用红笔记上一笔；干了一件恶事，我们就用黑笔记上一笔。你今天是想用红笔记呢，还是想用黑笔记？你自己看着办。你不要对小鬼子抱有什么幻想了，他们最终是要失败的，死路一条。而你为我们抗日所做的每一件好事，我们都给你记着呢。我当然想做好事啊，可是我怕小鬼子给识破，那死在小鬼子手里多冤得慌啊。你只有老老实实的给我们抗日政府做事，我们就会保护你。如果你总是这样三心二意跟我们耍滑头，那就不好说了。好，我说，我说，最近小鬼子从关外运来一批粮马，准备运往前线提高战斗力，随时对这个晋绥根据地进行再一次的扫荡。哎，你给我！你干什么？给我！你给我！不给！我不给！给我不给呀、啊！哎呀，强盗！来人呐、啊！哎呀，来人呐、啊！哎呀，啊，来人啊！爹、啊，你上哪儿去？你管我上哪儿去？你个败家的东西！哎，你个败家的东西！你不把这个家败光，你不算完是不是？不是，那康有福把我媳妇给睡了。那你不管，那你还敢打我？你好，你不跟我做主，我找人能给你做主。哎，你找个人给我做主去。你要干啥去啊，小祖宗？我要去民兵队部找民兵，给我做主去。你不能去！你个混鬼，你这不是要全家人的命了吗？你不能去！你站住！你要多少钱？哎，你也有让人给制住的时候。这下你知道了，那个时候我让大爷你给制住的时候，就是你这个样子。你算了算了，给他拿两颗大洋。啥？两个大洋？那大方要万的吗？哎，你要多少？我要五十个大洋。我五十个大洋？你二十干什么？哎呀娘，我都憋了两个月了，你得让我上汉家山去耍耍去吗？那用不着那么多钱呀。你给不给吧？哎，打给他，打给他。他爹，啊，你真给他呀？你让不让我活呀你？拿给他。他是怎么反过了？这不是强盗吗？怎么这样？娘，你跟人干啥了？你跟人，你个强盗！不过来。
太君，太君，太君，我们是给皇军送马料的。来来来，抽一根烟。来，太君辛苦啊！来来来，太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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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来吧，今晚的晚上还困得困难吗？本当か？そうそうそう、信じなければ。太君に電話して聞いたら。うん。いらなさい。师叔的啊，看着你老丈人来了。哎哎哎哎哎哎，王翻译官，你来作甚啊？我这太君的军马在这儿，我不放心，过来看看啊。哟，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哈啊，他们是来送马料的。是哪个村的？啊，干胜啊。哎呀。看这些人有点眼熟啊，康家寨的吧？你看花眼了？不对，我得过去看看。这有点面熟啊！哎哎哎！啊！哎，他们都是康家寨的民兵，他们。是柱子，二龙兄弟，你们别走啊！来，把我捆起来，这个绳子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呀，来来来来，捆起来。那儿有个木桩子，木桩子，走走走。无有灾哟、哦！看来还记录一类的捆绑五八的袋子，包括刚过了什么西的。太公，还记录他们那里那古代，跟那里啥来马西的。太公，
太君，包括摩多摩多，那古太古大塞，给他有乌拉吉马西的，小姑娘莫那卡塔西，捆绑莫哈吉罗尼托拉勒塔西，很多尼巴格德斯。それは能力じゃないぞ。お前は八郎の患者。大君、八郎の患者であれば、患者さん国のも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。最近よく失敗して、ひどい目にあって、八郎と民派強くなるでしょう。大君、中国人みんな彼らを支えますよ。国君の翅膀じゃないから。民心ないよ。今僕みたいな中国国人は少ないです。康家街には康熙学と康顺峰だけ。この二人を殺せば、太君の口も目もないでしょう。説教会。いやいや、本当のことですよ。嫌いでも。以前は騙してんだろ。僕は嘘をつけません。言ってるのは、喜ぶことです。喜ば捨てるためです。怖いな。過去、嘘をついたんだ。中国をやる。相手のことをよく知らないと。大君、中国国は立たな。今日してきますよ。いや、真実を言う人にする。中国語、中国人も複雑なんだから。お前だったら中国人に分かってもらえないかも。大君、悪かったです。ごめん。でも大君、結果言うください。ぜひ康家街の民兵を消滅します。食料も軍パンも探し出します。また大きな話だな。俺を喜ばせるか？いや、いや大君、今までは許してください。もう一度機会を。もしできなければ、家庭にご承知をください。よし、行っていいよ。军的粮食偷回来，还把太君的军马也抢了，那太君还不急呀？那可不是，这不要我们赶紧想想办法呀！哎呀，事到如今有什么办法？你听我说嘛，太君送来指示了，让我们配合他们行动。咋配合？哦，顺风啊，今夜里你到韩家山去跑一趟，把这封信给你表弟送去。民兵们不让我出村呐，查出来，那可就没法活了。哎，不怕，你要是把这封信送出去，就能叫他们去见阎王爷。嗯，那太君这回真的要大开杀戒了？那不是啊，咋样？事到如今，只有破釜沉舟了。啊？那。我去。
康财主这主意咋样啊？这下民兵是长不了了。是啊，我在全衙那儿已经下了保证，一定要消灭康家寨的民兵，查清那个粮食和军马的下落。这件事情干起来不容易呀、啊，要干就要干得万无一失，否则的话，两头倒霉啊！嗯，哎，表弟啊，你平时让我们多动脑子想办法对付这些民兵，现在有了主意，你咋都含糊了？谁含糊了？我这是让你们给弄怕了，别像前几次似的，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，要干就干彻底，斩草除根。斩草除根好，哎呀，我做梦都在想嘞。这样事成之后，咱们在日本人面前也不用低三下四嘞，对吧，表弟？哼，行，就这么办吧。啊，哎，明理啊，这村里的事你得担起来，民兵训练的事，让二愣哥多操点心。嗯，咱们的任务是保护村子，遇事千万不能蛮干。啊，嗯，行，开完会早点回来吧。嗯，那我走了。走。回吧。东家，歇会儿吧，一会儿再干吧。啊，有正事儿嘞。好，今夜里就不要到民兵队部去睡了。啊，那可不行，今夜里是我值班站岗，这不去咋成吗？哎，嘉碧这个灰鬼，不知道又跑到哪儿去鬼混去了。这个不成器的东西，真该把他送给政府，再彻底的好好改造改造。老二家的可是要死要活的惦记着你了，你可不能一走了事，总得有个交代吧。东家，我是真的不敢了，这事儿给传出去了，我还咋活成个人吗？去不去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老二家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真要跑到民兵队部去找你，我可是拦不住啊。东家，我劝你今夜里还是回来一趟，跟老二家的有个交代，你再回去嘛。啊，
父，有父，你等等我，有父。哎呀，有，哎，急死我了，可找着你了。你看，这是情报。啥？哎，这是啊，桃花庄民兵刚才送来的，他们得到了消息，说是汉家山的鬼子要来祸害咱们。真的呀？啊，这送信的人呢？哎呀，刚走，说是还要去通知望春崖的民兵呢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通知民兵啊！哎哎哎，鬼子来了！鬼子来了！鬼子来了！鬼子打来了！鬼子打来了！鬼子打过来了！二警长，雷队长，明礼哥，鬼子打来了。汉家山的敌人要袭击咱们，望三村联防，赶紧往老虎沟集合打伏击。送信的人呢？人已经走了。明礼，啥情况？这刚得到信儿，说鬼子要袭击我们。桃花庄的民兵让咱们赶到老虎沟打伏击了。打吧，白送上来的敌人，狠狠地揍他一顿。是的。哎呀，石柱子到区上开会，临走时候一再交代，咱们的任务就是保护村子，不能跟他们硬打硬啊，这打出乱子咋弄？行了，怕胜了，打了再说。打出乱子来，我二愣负责。谁要怕死，谁就不用去了。哎呀，咱们明最近啥时候吃过败仗？打保险没错。对，老虎沟的地形啊，早就占据了有利位置了。咱打个好埋伏，把他们全堵在村外，不能让鬼子进村。咱赶时间，咱。还有，我这赶过去还有时间埋地雷。大伙都冷静点，这敌人到底多少人？这上面啥也没写吗？你怕死你别去嘛。谁怕死了？好，明礼，我带一队人先上去，不要让人家说咱们康家寨的闲话。你负责乡亲们转移，大伙抄家伙，带上地雷，走，准备出发。快等我。